对吗？对，我就是那个在戏里可以看到红线的那个女生。啊，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那个红线是什么，啊，你可以解释一下。那红线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看到某个男生跟某个女生有牵着红线的话，就当中出现一根红线，对吧？对，就他们两个人的脚绑着一根红线，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缘分的，注定有姻缘的。对，就是可以发展成为情侣的。然后，因为我在戏里就是一位红娘，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负责把那些所有牵着红线的男女，把他们带在一起。让撮合他们的姻缘，这样一听起来这个戏就会有很多的桥段发生哈。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戏里面刚才我们有看到，在戏里面你这个人本身，因为你拥有这个能力，你本身要孤独终老。对，就是他们说红娘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不可以结婚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我在这部戏里面有穿出道具，他们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跟我有关的，都可以看到他们谁跟谁有红线，谁跟谁会有姻缘。对，然后包括我自己，也就是林杰还有Wong在戏里面有一些感情的发展。整个戏的表演上，因为轻松喜剧，对你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在这个部分吗？其实我觉得这部戏也蛮特别，因为我基本上没有演过喜剧，所以这是第一次。然后也有蛮多第一次有古装造型，对，然后第一次跟很多演员都是第一次合作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是非常新鲜的。你当然也希望出来有好笑的地方，观众可以有一些反应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关注这。